志工们一大早在空地上做健康操，提振精神。接下来一天的工作就从扫地开始，大伙忙着将公园内的垃圾全部扫起来，维持地方清洁。虽然都只是举手之劳，但长期下来为区里的环境整洁做出不小贡献。我们大家都每天早上6:10就到这里，我负责拿收音机啦，每天就是在这里哈。大家运动运动啦，做个健康操啦。不仅维持地方清洁，中心里李明还耕耘出一块小小的幸福农园，里面种植各式蔬菜，被李明们小心呵护。收成的时候，大家还会一起享用，健康无毒又有成就感。而为了便民，还有李明从山上自己牵水管来到这边，让公园多了公厕更方便。我们是从山上接水管下来，然后到水塔，然后再分到这边。公园，到桥下给大家使用。那美化，我们大家都美化了，有目相，有目共睹，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住户也感觉说，我们那边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干净。那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，除了林长跟我们志工，大家的参与以后，也可以带动周边的。好邻居、好朋友共同来参与。新店区的中心里，里长张正义与志工李明相处融洽，长久配合下来，举办过大小活动，并致力于绿地活化，整建幸福农园，有效凝聚社区向心力，让中心里的居民享受乐活人生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王胜兴采访报道。